初二在女子78公斤级和男子100公斤级柔道比赛上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英国首相凯梅伦也在观众席上观战。期间，两位首脑对比赛一直品头论足。从13岁开始练习柔道，曾经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柔道冠军黑带高手的普京，想必也是看得直手痒吧。